这就是我不打监管的原因。看完这吧，你们就明白了，心情就如过山车，起伏太过剧烈了，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。没死，我靠！死！啊！漏！炸了！我靠！本来他早就该死了，我靠！我靠！本来他早就该死了，兄弟们，这玩锤了。关键是我没有无限聚了呀，兄弟姐妹们。打一波镇兽，兄弟们。起飞！起飞 ！Yes, let's good. Yes. 兄弟们，真的金子已经压好了。兄弟们，可是我没有无限聚怎么办呀？不是、啊、这个，够不够？